大家好，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款安全的儿童洗澡玩具太阳花花洒。这款产品主要由花洒主机和充电器组成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 USB 充电。花洒主机充电处是全封闭 GNT 短路保护，不需要额外的电池，不会漏电，非常的安全。需要充电时，将花洒充电器的接头一头连接花洒主机，另一头它可以连接充电宝、电脑或手机充电插头，特别方便。充电过程中，指示灯为红色时，表示正在充电；指示灯变成绿色时，表示电已经充好了。充电所需时长约3小时左右，可持续使用1小时以上。接下来把花洒放入水中，按下它的开关，花洒就会出水。喷头喷水的形状有两种，现在是发散状。通过旋转花洒的喷头，可实现一股直线状的流水。这款花洒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喷力足、扬尘高，喷头离水面1米，水力也不会减弱。此外，花洒具有离水断电的功能。使用过程中不小心花洒离开了水面，花洒会自动断电保护，不会出水。重新放入水里，花洒又会重新喷水了。那么你喜欢上这款安全环保、喷力足、扬尘高、可爱又好玩的太阳花花洒了吗？